今天怎么回来？我想着陈林阿姨和小陈子要回新加坡了，我就买了点特产，然后记错地址了，给我寄到工作室，我给搬回来了。我先回去了。怎么出这么晚？ 走，那你住这儿吧。反正我已经决定回国了。你要是不想见到我的话，大不了以后就不来往了。